你还记得那天，你最早之前说了什么？记得。你是喝醉了吧？也没醉到那境界。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那你为什么这几天老是……阿拉斯加生海大虾。哎，一会儿还有的话，再帮我多拿点。嗯，好。海胆。跟我走。 这都拿了，拿不拿得下啊？思言，范清舟，到底什么事啊？那天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，你好烦哦，这么点事也要问，你怎么想的？给句痛快嘛！ 我们要好跟大姐交代啊！大姐，所以你那天说的是大姐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。 给我了清凉感受，嗯，那距离你比云朵更轻盈。暴雨来了，那只蝉呀带我飞走。我们写了啦啦啦。 这世界很酷。